Girls really dig bad boy rocker dudes. Do they really? Well, this rock duo from Taiwan should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They've been aroun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Surely, 动力火车 has had fervent female fans who have done some pretty crazy things. 其实说真的，我们虽然唱这个摇滚，但是我们其实私底下不是过得很摇滚的生活了。就是一般人家摇滚那种国外的摇滚，就是哇，私底下就是哇 ，rocker 可能就每天就是喝得很醉，然后就是生活不是这么好。那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了，我们就是音乐是摇滚，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不是，我们是抒情的，在过抒情的生活，好不好？不是摇滚的生活。那对，但是不过真的是很多歌迷还是很热情啊，就跟你说的一样，像尤其是我们去一些比较少去的地方，比方说大陆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去，他们就会很激动，看到你就冲过去就抓你就抱你这样，所以就会在那边比较会常常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会他们就是很激动这样，但是我们也了解他们的心情啦，我们也没有特别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就骂他们或是干什么。那真的还是会跟他们握握手抱抱他们一下，对不对？跟他们拍拍照。我们的歌迷还好，就是说像大陆的话，有时候我们去哪一个城市，他有时候不会太远的地方，比方说上海到南京，还有到这个杭州，车程可能两三个小时，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同个三个站你会碰到几个重复的人，他们自己掏这个钱，然后去就跟着我们去那个表演这样子，他们算是已经很热情了。那有的歌迷就是可能我们在一个地方表演，然后就看到你的时候就哭，他就很激动看到你，他说动力火车我走路从家里走路多少三个小时还是多少，哇，怎么你会觉得哇很心动啊，就是看到他们然后就听到那样子真的是很喜欢，他一定不是跟你随便讲讲的了，对，然后就会很感动啊，他们的这样的付出你会觉得很感动。还有还有的歌迷是说他以前就是不是那么爱看书，自从听到我们的歌，看到我们的那个动力火车的那个，从就是说从以前从还没出道到出道这段期间很辛苦，他就跟着他就觉得哇，我要跟你们一样，要每天要认真的读书，他就有那个动力去读书，就会觉得很感动。Power Station continues to power on with a world tour that will begin in Shanghai on November 21st this year and may include a stop in Singapore. It's Razor Pop 啦！